星期不知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很简单，有刨片啊，那个徐姐有刨片啊，你准备一个给的。我们不需要什么刨什么机啊，很麻烦，所以有的这个还好方便的。啊，咁我因为要省时间嘛，咁我烧了啲皮啦，然后呢，这个徐姐姐，这个可以拿了，对不对？很简单，可以拿。啊，但是呢，真的有的时候呢，好像我那个小小锅的，啊，这个锅啊，这也很难拿的，真的啊。咁你要拿那个夹夹，呢种夹夹，好似只手咁样帮助你。咁啊，只手拿住这个，因为你放一样东西很麻烦嘛。咁啊，呢个可以蒸啦，啊，你用好方便噶，呢个也可以啊，呢个也可以噶，你看，呢个也可以噶。煮方便拿住，唔好其他咧。好像麻烦啊啊哦烧了啊咁然后呢要怎么做因为呢个小姐怎么想你教你怎么拿哦所以准备这个又可以夹东西啦哈又可以清洗啦这个不锈钢来的咁然后夹住这里啦哈咁然后啦你怎么做啦哈咁然后这个烧皮烧多多啦哈然后呢然后将这个尽量呢将那个手呢因为你不需要完全很规则的嘛根本薄薄就可以煮得很有味道煮得烂就 OK 了所以不需要哎呀好美啊好看你个人喜欢啦如果你觉得我要美美的当然你不用这个方法啦如果说我很随便啦淘个片就 OK 了咁啊，呢个很方便嘛，因为有啲时候你刨一点点，就是不适合啊，刨一点点，就是很简单。啊、你看这个也是，啊、你看很快的哦，嗱、啊，你看这么快啊，嗱，唔使刨到啊，也可以咁样有力嘅，帮住啲嘢，还有。这个刨得尖了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啊、也是按住就比较吃力了比较快一点了来刨到它好像这里、啊、我要丢一丢它那么这里很难拿了那么手指托住了、啊、手指托住了很方便的因为你看如果你拿个刨机啦又要洗多一样东西又麻烦又要放多一样东西又占地方所以结果是省地方省时间真的很好用的来你看小小的我这样薄了我用后边啊这里了啊 OK 随随便便啊小小的没关系了啊然后将它收薄了啊然后呢我又做给你看我怕你们不太记得你看拿着那个很难拿刨到的手对不对这个可以但是它小小的呢你就很难拿了所以我就用那个方法、你看很方便的因为刚才个洗剂够长可以刨下来但是那个洗剂不可以因为它很短也不可以这样拿你看这么快拿三指的也不如找个地方来放东西啊我可以直接拿一个小小的盘子就可以了、啊、你看很快的、啊、你看、啊、很快的这里就不可以因为它太个短那个时间丢一三指那么你就套住了、啊、所以我做给你看很短的时间几秒钟这样、啊、就可以刨出时间出来也不需要占地方也不需要这样麻烦啦又要洗很多东西占地方放过东西又怕它生锈好多时各种东西是铁的不是不锈钢的所以那种是不锈钢的就不用怕它生锈了这个小小的对不对很难的也是不用怕、啊、你看到后面、啊、这个已经有那个 design 了所以我们呢会运用它呢也是蛮好的蛮方便的、啊、你看很短的时间啦、啊、你看哇很短的时间啦、啊、你看多不多几秒钟啊你看到我时间你送得到的你看可以煮一餐薯仔片炒也好煲汤也好、啊、你看很薄的
很那些蛮均匀的。好啦，我接下来整理了，嗯，好，拜拜。